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到南投信义乡的上梁村，当地出产的鲫鱼，第一批1.5吨的产量，一铺起的网络，真紧就被订买了了了。甚至有消费者无少着路头遥远，亲身走到山顶，做一下就来买几啊十盒。这个信义乡长嘛来捧场，讲说落来还有2批鲫鱼会来出产，欢迎民众两早来落订单。经过急速冷冻的鲫鱼，随进行包装，除了爱出货，各地消费者真的乡亲更加是不远千里而来，要来试这个等一年的好滋味。它本身的鱼都带一点那个哈密瓜香味的那个味道。信义乡上梁村的高山鲫鱼，即马开始出，信义乡长专工去捧场。那这边的风景跟环境跟水都是第一手的。今年的疫情的话，是我们的销售是没有影响到的。用泉水饲的高山鲫鱼，口感大家拢学落有只过乡亲，真一人一只就变足够客。即摆买去拢无受到疫情影响，有兴趣乡亲会使去体验看卖。